好，哦哟，风打鹰那不一定啊，老九，方寸还有一术，风趁方寸拿一术，双套双中，温了老九，基本上棺材才错啊。老九那边是花果女把女儿盘丝啊，观战是女儿武装，我们看一下当前版本的最强的211阵容，跟观战方这边这个武装方寸来说怎么说？嗯，这个是看有没有什么说法。好，善恶先清啊，清理一波，直接清飞。嗯，开场也没有去点杀，对战方双风系速度都是比观战这边慢啊，观战这边风系是全拿全场的一三啊。但是对面是拿了24、啊、对面拿了24。好，噬魂花果来了，放下点杀，这把点杀是比较稳的，因为对面的双风系、啊、被封中破甲，好，苍白指针也是防了一把，那么物理速度对面相对来说偏快一点、啊、6000多，看法师怎么点吧，配合善恶很难点不死，其实说实话啊，很难点不死。那么对战方选择了三叠清了观战方寸的宝宝，方寸宝宝大概率是只马。那么清了方寸宝宝之后，下回合对面方寸可以分身，可以分身，也 OK 吧，对吧？可以分身。因为这两个队伍团队打的话，马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，比较多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分身，对面奥斯族嘛，那方寸还是需要分身的，盘四个点的话还好一点，啊，方寸分，果然，好，放下了，没有中，那么对面果子被点死，主三方这边这波善恶还可能会守守尸体啊。啊，青蛇大哥的伤害也是 OK， 没什么大的问题。宝宝清一下蛇，蛇已经飞了，蛇已经飞了，全部恶宝。哎，对面的方寸感觉抗性还可以，怪不得速度慢。哎，方寸这个点越脆，速度越快。对，你看珍宝那方寸巨脆。有的时候珍宝那方寸、啊、真的，有的时候珍宝那方寸就加了大概12000血，12000多。血少。啊，噬魂和尚啊，断力回复。那么一排善恶是成型的啊，关键肥的是死亡法方，四只善恶全部成型。武装套盘丝没有中。没弹套不中盘丝的话，对面就过来了、直接空卡空你花果山，平砍照满天，没有出三叠跟、没有跟那只、叠了另外一只飞。那么善恶必须得清啊，这波善恶呢给鱼岛的点杀大家创造了机会，四层风铃那种风卷啊、秒过去6000双杀啊，舒服。紫禁城最近不打剑会啊，最近不打剑会。礼拜明天正式赛了，明天也是跟大家简单说一下，明天是群雄逐鹿第二赛季的正式赛啊，所以所有队伍都得参加的啊，包括紫禁城对吧？猴哥啊，什么葫芦兄弟，对不对？鱼岛啊，西栅曲阜珍宝阁啊，都得参加啊。明天晚上啊，明天晚上啊，欢迎这夜深人静国王大哥啊。姑苏没有啊，你们吗？姑苏解散了。好，开掉封印。那么由于观战没有配速啊，落花和尚再给一手。这个时候落花和尚呢，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去控制花果山、啊、防止和尚观战和尚去解封花果拍碎，还是被落花了。
好，满天也没出犀牛。那方寸在分身里面呢，其实你要来控花果山还是比较好控的。这个嘛，偷袭了吗？野外为什么野偷袭都在野外呢？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偷袭就一定发生在野外？不过大部分偷袭都在野外发生的啊。先看这个进会啊，这个野外好清风啊，可以方寸控双输出啊，欢迎卢总啊，欢迎卢总。好，和尚先活血了，清风是保了花果山的输出，准备再点啊，法系163不出的嘛，还没出过啊。善恶在压花果，还是要造双尸体啊？对，局长刚刚打那刚才那个队伍就知道了，刚才打哪来着？打西栅啊，就是多个尸体状消耗对面很多很多的九转。对面呢是刚才西栅呢是个封天宫啊，封天宫呢，比较容易被点，因为方寸有分身嘛，封天宫没有分身。德中女把他弄箭步了嘛，好，直接虚啊，我操，暴力太猛了，真的。鱼岛这种攻势啊，真的我觉得一般队伍是很难很难扛的，真的是一般队伍很难。剑会里面啊，为什么剑会里面很难扛呢？剑会他妈的没特性药啊，药的品质也低，剑会里面使用的品质是200药，200品质的药品，符战啊什么东西都是220品质，还有特性。就这个神龙在剑会里面为什么这么强，对吧？在符战里面为什么没这个效果呢？其实主要还是特性药，特性药差很多啊。因为这个阵容整体来说，对吧？因为这个阵容整体来说，它一定程度上它的一个进攻节奏太过于连贯，而且就跟你打前期的一个阵容，你前期推不掉这个阵容，一般打到后期就比较难了。你看鱼岛这种打的剑会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打到很后期赢的非常非常少，一般都是前期要冲就冲掉。当蛇，盘丝都快死了，盘丝这么抗性这么高的一个点都快死所以你们也别说，对吧？什么鱼岛剑会重拳出击，伏战微微诺诺，对吧？主要啊，跟这特性药也有一定关系。为啥珍宝打什么 PK 都是这种节奏呢？那珍宝不一样啊，珍宝宝宝质量好啊。哎，珍宝敢冲嘛，对吧？珍宝冲刺一旦失败了，算稳得住。有的区可能冲刺失败了，不一定稳得住。冲失败了，可能就被推了。再封一手，还是还可以挺准。好，继续水清。哎，对面也就是沙漠消力里也不知道变通的，他无限水清花果山，你还封花果山干嘛？你封一下神木不一样嘛，是不是？
这把没有宝宝顶上血的话，秒过去盘丝要死了，1100，法雷没有，没出啊，须弥死，三个尸体了已经，脸下女拔木已经三个尸体。有罗汉风神木，那你也没办法，你控输出你只能控。哎，那这把神木控了，是不是盘丝说不定就活了？你花果山明明是被水清的，那里他和尚无限在水。我要风的话，只能吹和尚，对，能吹和尚。这把盘丝起来给啥？给落花吗？哦，起来给不了落花，只能给风。落花需要愤怒几十点，哦，十几点吧，十几二十点。落花需要愤怒很少。我操，直接驱魔牛逼，太牛逼了！我操，无敌。你化身卡盘丝速度，这个时候你知道化身卡盘丝速度去解封花果山，无限输出了。你方寸封不了我了，你方寸封不了我这个状态，我有这个驱魔的一个状态在。太猛。盘丝直接封方寸，和尚也没血，这九转消耗是成吨量的消耗。虚套盘丝，这把没有中，这无限准封把盘丝套进去，对面是扛不住的啊！还保不保？这把应该不会保啊，和尚应该出宝宝了，对，因为对吧？因为我武装去封你的，我是相信我的队友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群秒又是两个尸体。如果我武装没有去封你盘丝的操作，那肯定是输爆的，几乎啊什么。他俩当初在鱼岛，谁是指挥？张木萧啊？谁是主指挥？张木萧。张梦霄现在最近啊，真的张梦霄就低谷期，你们知道吗？张梦霄就只会有瓶颈嘛，都是有瓶颈。张梦霄最近就是他就瓶颈，瓶颈期。自行车不开了，今天够了。大波是他妈别瓶颈了，大波是沉到瓶子底下去了。波哥太难了，真的。还有九转，继续拉，还有九转就继续拉嘛。什么意思，小风？那解散了不就？你什么叫黑啊？那你是解你现在？事实团队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你怎么搞？张木小燕打谁都打不过。触弹时有的时候触底反弹，对吧？嗯，什么叫不是我跟胖虎，跟我有个毛的关系？我操！
哎，你们觉得姑苏解散跟我有关系吗？我他妈的是有这么大能力让姑苏解散，是不是？我这么牛逼啊！我来让姑苏解散，我是什么鬼啊？什么？你就是花圈？是我是花圈的了？一会儿说我是唐老鸭，一会儿说我是花圈，我自己都搞不清，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自己是什么。地停啊！你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防御了，老九防御了，老九已经防御了啊！没九转了，嗯，打不了。十几回合就能推掉这个阵容，传统马戏中阵容，他妈的，那灭伤能力他妈也是一把恐怖，耗九转超快，无限死人，一波善恶。那紫银城打不出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紫银城善恶太容易善爆了，这种。PK 打法啊，你第一波宝宝善恶的宝宝的这个触发恶爆的几率高不高，很关键的，很关键的。紫禁城要传统法，怎么会没有传统法？紫禁城传统法多的是。紫禁城搞两个法师装备都能搞得出来，别说一个了。